红精灵、蓝精灵，然后还有菠萝超人。哦，蓝精那个是蓝精灵。哦，全部都站在这里。这个是土司超人啊！哇，太危险了！哇，这是他们的。会有一个坏人在这边。他们的秘密基地。哇、哦，你看还可以过这个山洞。对呀、啊。吼、哦，白金想从那边过山洞。然后这个站在他这个后面。哦，会不会掉下去？不是。掉下去了。哇、哦，火车轨道出动，准备攻击你。哇。哦。哇，球球打到。这个是打到你了，啊！你看打到了，哇！我都不会，这个都不会跌倒。你看，啊，打到了，打到你了，哦，啊，你都被他打倒了，他是有螺旋那个螺旋球球攻击，你看，螺旋球球攻击，攻击，咻咻咻咻咻咻，哦，居然没有打倒。你说这。你说哪一个？这个螺旋球球攻击，打倒了两个，打倒了面包超人。哦，这是他的秘密基地耶。对呀、啊。我要把它排好。噔噔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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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怎么蓝精灵卡在上面？你看他的，他被那个球球包围住了。他来救他。救他。还有这个。会不会太高？要不要放地上？不用啊。放这里就好了。不用啊。还是爸爸帮你放地上。不用放地上、啊。噔噔噔噔。这个门打开，哇，是一只公鸡跟小鸡。这个门打开是什么呢？哇，是两头牛。你看，很多人都来救了。哇，他们都来救蓝精灵吗、啊？你看那个蓝精灵，他没有踩到地板、嗯、因为他被绑起来了。